到至今人气不减，唱歌唱得好。日前的那部偶像剧更是在亚洲创下惊人收视。最近有消息指出，他将接下人生第一部商业长片，而搭档还是超帅的朴叙俊。这高颜值的神仙组合让粉丝超级开心，直接让这部作品还没上映就变成2020最被期待的电影。还有更厉害的是，这部电影将由机不可失的导演操刀，届时一定会好看又好笑，让粉丝期待度极深。其实日前 IU 就已经合体朴叙俊拍广告，照片曝光后就已经让粉丝心花怒放，要是电影上映想必会再度造成轰动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